对对对，大园应该是，哎，这边有都兰村的吗？有有有有，啊，不要承认，我是都兰的啦，很近吧？有去经过吧？你们来这边，我们公车站，你这边是杜立哦，不是都兰，不要走错呢，差一个字差很多呢，那个车票也会差35块以上。然后，但因为这边海岸线都是亲戚朋友，都是阿美族比较多了，只有偶尔长滨会有一点点布农族的。你们知道长滨有布农族吗？没关系，不知道没关系，上网 Google 查一下就有了。然后，但因为部落很多很会唱歌的人，然后我之所以不一样，是因为我想说写歌啦，我17岁开始写歌啦。我觉得写歌比唱歌的人还要厉害，是因为我写什么他们就必须唱什么，所以那时候内心的小宇宙一直觉得写歌比较有前途。然后我20岁写了这首歌，我以为我这辈子就会爆红了，这样结果也还好啦，因为身高还没有到，我还在发育哦，可以送一些饮料跟食物上来，我长高给你们看看。那20岁写的歌，我觉得那些懵懵懂懂的事情都记录在我自己的作品里面。啊，这首歌也很开心被收录在公共电视，他们在毕业的前一天爆炸的片尾曲，眼泪也不要掉下来。献给所有梦想的年轻人啊！20岁爆红的梦想。像平常一样度过的时间，太常会陷入我的春天，还看见你的明天，也不知道我想回多遥远，在我不觉你才会渐渐地发现，折磨的弧线分散在不同的时间，原来自己那么的折磨，不懂的时候那么多，这个世界另外一面现在看见，我说眼泪不要掉下来，眼泪不要掉下来，眼泪不要掉下来，眼泪。
我说眼泪